和对象投资上百万，在东北林区养木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草。昨天就是本来在整这边的草，但是因为太晚了没有整完，你看还有这么多。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一直在下雨，这不是今天也没有，地里都湿了，也没办法炫地。我跟小吉把这点草，这不是开了吗，给它整到车上拉到木耳地去。下雨天工人也没有来，小吉说这些草的话现在湿的话就好铲，等到干的话就不好铲了。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有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。我们俩已经到木耳地了，现在天上还下着小雨呢，我去换个衣服，实在是太冷了。小吉把这菜拿出去，然后把这草卸卸，我都把衣服给穿上。今天太冷了，气温啊一天一个样。中午了，我姨在做饭，做一个酱，配鸡蛋酱，自己家下的酱。火都已经给烧上了，锅里面是大米饭。这地里边还很黏嘞，下午的时候肯定也干不了活了。把草就卸这儿了，往边卸卸，到时候好往这地里边铺。中午开始吃饭了，今天的菜婆婆丁，青花的婆婆丁，你看这婆婆丁最好吃了，还炖了一个菜，还有新蒸的大米饭，锅里还有排骨豆角呢。哎呀，今天好几个菜呢。吃完饭又下起来了，你看这会儿还下大了呢，今天也没办法干活，所以我们就骑车回家了，去干一些别的活，就明天再过来。